哦，声音那么大。冷冷冷冷。雪莉安，完了，串流下去就打嗝了。棉被猫安安，多多安安，许愿。有啦，感冒好很多了，脖子安安。小伟早，啊。谁啊？异性。卡屁。你好一点了吗？怎样？没好才会抖内，还是好了才会抖内？好很多了啦，还是打嗝？青蛙，你说打嗝好一点了吗？嗯，刚刚本来没打嗝的。嗯，这个任务解完，我们就开跑。找到所有四个仙灵，并带他见。哈？你把钱都给姐姐了？哎，没事。右边一个嘛，左边一个，左上一个。洞窟一个啊！这个要坐下吗？哎，这个要坐下去吗？还是不用坐，直接去走就好了？这是要坐吗？啊，学历要哦，好。阿布，加入。什么意思？要拍照？然后嘞？翻转相机。然后嘞？拍照啊？Switch 怎么拍？哦。为什么？嗯，巴布。
你好，等我这任务跑完，我们就换珠子。哎呦，一直打嗝！你要上课了，拜拜，上课加油。你还是学生哦，那你还花钱养我未来老婆？没有啦，乱讲话，乱讲话，什么未来老婆？现在的老婆，我被恭维。哎、欸，这任务简单很多哎、欸。我今天不能开太晚，我今天，哎，像昨天说的，11点要开会。要讨论东西，也不算开会啊，讨论东西啦。哎，一家人都整整齐齐了。好了，出发。好诶、欸，短时间内不用再上光遇了诶、欸，好诶、欸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可爱哦、喔。让我们看看。这是一款好游戏啊！
哎，赶快上 PC 啊，这个画质肯定能再更高清啊。很可爱，对啊，啊，没玩光遇也不会认识你们。哎、欸，怎么最后一个是这个？哎、欸，没了吗？所以我星盘100趴了吗？黑不深海黑潮安安，一直打嗝哦，好气死！哦，有了哎，100，好了，封印不玩了。我们昨天聊到哪边啊？抓到赤月熊、褐月熊，还有啥？嗯，就开始抓淘太阳的嘛。啊啊，要去那个谁家？宝藏广场。哎、欸，格斗，其实我一直忘记是。超能克格斗还是格斗克超能？我都记不起来，但好像每次都是用错属性诶。声音会太大吗？因为每次重开机声音都要重调，然后每次好烦哦，是不是太大了？淋雨雨安安，你是雨林吗？看来不是。莉莉安安，哇！我加那么多了哦，哇！我白加了哦，我刚刚只是想看一下我加了多少吧，讨厌鬼。
奶土司安安，好久不见，也没好久没来啊，我好久没开台啊，这阵子生病啊，这阵子重感冒，所以也没开台啊。然后现在打嗝，有点在不舒服哦。感受到了吗？这个壳不是壳啊，嗝，大嗝，打嗝不必。等一下哦，补图鉴，补图鉴。你还是在得得得得。哦，掉帧掉帧，咔咔咔咔咔，剧毒，嗯。话说教主感冒，那幼女谁去接送啊？没有啊，开学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啊。开学他上幼稚，他上国小之后，就是我姐的事情了、啊。什么幼女，今天才被他气死，感冒请假休息在我们家，家睡觉也不睡觉。啊，那时候本来想说骗他去买个养乐多而已，因为感冒不能喝，就家人直接把我的养乐多给他喝。我说他感冒哎、欸，你给他喝养乐多。我气，真的很气耶！就是我喝完他才会乖啊。我说就是他要乖才给他喝，你先给他喝，他会乖，你要他会乖是不是啊？还在给我在那边点头点头，叫他睡觉也不睡觉，还在皮跟弟弟玩。所以我跟你。和鬼碰对仗吧啊！打架了吗？来来来，嘻嘻。看看哦，先首发这。我去哪带个鬼碰啊？是在我的包包里吗？好想教主，这样今天是好想教主的第几天？今天是好想教主的第几天？感接朔月的十个月，第600多天，骗子，连准确的数字都念不出来，还说想我，这肯定之中存在着太多的谎言了。日升木亚安，为什么你们会有两个类似的贴图啊？是现在流行的吗？
感觉是模板，就找同一个绘师画的啊。哎呀，他没补血耶，就带。上吧，想睡觉的超能焰陀。太好了，我也提高攻击力了。靠腰对他恶戏耶。我好烂哦，我在干嘛？我在干什么啊？繁星怎么那么烂啊？繁星你怎么那么烂啊？爱查德安安。啊！一定要体谅我啊！我是一个不喜欢对战的人啊，我不喜欢看宝可梦受伤啊。怎么打到坑掉？打个坑掉，智商都被打出去了，以换宝可梦。旁边椅子上的两个人前面怎么有街头表演？哪里有街头表演？哪里有椅子？哎呦，看到了，没有，他们两个在滑，他们在两个在玩那个啦。蒙憨啊，现在是 Monster Now， 战斗助力量，影响。没办法下，他现在什么都可以宰了，不是吗？他现在不是都可以宰了吗？来啥 ？Monster Hunter 呢？尤其是胖丁，看他会不会吞下。跟，辣椒跟吞霞，现在是全球都开放下载啦。哼，我有咪咪送的闪光，你没。有点不想另外下载，那就算了吧。喂，吃个果实啊，就下雨了，打嗝了，我要死了，都快死了。明天还得出门。
也太难看了吧？这比那个比来杯茶还难过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有拍手声哎！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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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谢谢，虽然他都没上场。讨论啥游戏啊？刚讲了啊，《魔物猎人》啊，手机版的《魔物猎人》啊，刚刚一直讲了，我讲了三次四次有了吧？我是白雷亚，今天早上所有的小组都完成了原定线，管理先生的话跟大家说，希望大家当选齐了。还是真惊人，在一段时间里面一下就交上了朋友。欸，那款出手机版真的是有点白痴啊，也不是说白痴，它应该不应该做成跟 GO 一样吧，要就是真的今天想狩猎的灰掌猎下去，你要等魔物出现，真的是有点让人家等得很难耐欸。对对，今天稍早也跟其他人聊说你看，喜欢玩魔物的肯定会是狂狩猎猛狩猎吧，还要那边等魔物出现才能狩猎，这等让人等得很难耐啊。想不到所有小组都已经喜欢北上林子快发版了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玩了呢。距离夏令营结束还有段时间，请大家不是还有蓝莓学院的要先回家了。哇，每次都是在下雨的时候来开会耶，我真的是会挑对时间耶。
我开会吗？哎，黑化了，要抓头发，要把头发全部拔下来。还有，好了，正式结束了。昨天，昨天本来想说就看完这个，但是昨天哎，太累了，想睡觉。也核磁，哎，水晶灯火灵怎么进化啊？怎么还没进化？你猜一下。水晶灯火灵。暗之子哦，好的，你给我进去，赔钱的东西给我进去，走，我们来去抓猴子。藤花池。没补血，阳光晒过的温柔，是你给我的回应。OK， 我们拿去烤肉。很想了解你更多。有人放道馆快四年都没被打回去，我有看到那个啊。那个原因不是因为道馆偏远，而且那边网路又不稳。真的要打的话，还因为网路不稳而退掉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是那一个吧？哎，我试试看这个哦。记录。啊，死掉就算了。真的呀？怎么办？我要丢仙姬球吗？哦，还好，还好你跑出来了，战斗。哇，你撑住欸。
踢开。然后要害，然后我就独挡。妈的，一夜月，操你的！哎、欸，这只真的很强哎、欸！哇、wow、哦，离开！这只猴子完全打不了我了。要用什么球呢？来，高级球。来纪念球，黑暗球很丑哎，赚 3.5 倍啦。哎，巢穴球赚也很丑。Watermelon 安安，哎呀，可惜就差一点点了。哎喂啊！这只是喜欢水，哎、欸，有道理耶，它是水面具啊。你喜欢水哦、喔？哎呦，你不要水了哦！你是拿普通球抓，没事啦，都靠晒好吗？
巢穴是不可能巢穴，它太绿了。通关了，主线结束了啊。大师球在这边很危险哎，沉重是干果球哎、欸，为什么这次难抓、啊？他们三只二级哎、欸，三只二级神都很难抓、啊。哎，继续玩水吧。哎、欸，望月安安。你出现了是不是？不知道姐姐在不在？安、啊、妮，莫鲁贝克，你在吗？还不在。莫鲁贝克还没出现，是在那么难吗？好像是一样难诶、欸。计时球的特效蛮好看的，那丢出来是黑色时钟不是吗？我是喜欢它球，我是喜欢它球壳啦。可是它丢出来的特效，觉得还好。然后挣扎跟某个固拉多事件，觉得还好哎、欸。那个就是顶多在独挡啊，反正。一次暗棋要害跟一次劈开的次数而已，对吧？就还好啊，不会特别，不会崩溃啊。为什么会崩溃？你又不是说这只是设围，然后这只是设围，然后挣扎到死掉。他应该有帮姐姐抓啊，我就跟你讲了嘛，那只怎么可能一只就满足了？那只越多只，他也很开心啊。你眼睛快瞎了，怎么会瞎、啊？他就耳朵绿绿的而已啊。我那时候阿尔宙斯遇到闪的时候，一瞬间就看到绿色耳朵的，就知道那只是闪的。
在黑黑的洞穴里面哦。怎么办？不是很想换斗笠菇出来睡，我怕死掉。棒！有人说料理提升捕获率啊，对，有说欸，可是我要怎么吃？没差吧？啊，你也没吃料理啊？欸，彗星欸，竟然扔出彗星了，我的妈呀！真的是没想到可以扔出彗星啊！太扯了，太扯了！哎，这一。谁的啊？当时怎么会有这一只 ？Sora。我好像是当时说我缺一只火鳄吧，母的鳄鱼。好了，这只披斩司令的弓没用了，它没有用了啊！不是披斩司令没有用了，也不为过吧。我是看到，哎呀，怎么多？哇，是刷莲叶童子的地方吗？下一个地方，这里吧。你看，同样是红红粉粉长条的，大尾翼跟拖拖影就是有差别待遇，对吧？嗯嗯，我眼拖吗？好像是眼拖欸。哦，对，眼拖。大威力不要受欢迎，肯定的吧。
看看我们一般系，就是可爱。你看，拖拖影没有虫属性，却被姐姐讨厌。干嘛？想跟我回家？你香料少的可怜呢。啊你你就 DC 求救啊。太太辛苦了，哎，小雪安安。晚安，晚安。你是要睡的晚安还是？欸，我刚刚是丢什么球？哦，超级球。夜猫万岁。哎，我感冒到作息变正常，欸，好恐怖的。调味料坑有哪些？回去啦，回去刷。原本作息不正常的，感冒前三天还是不正常，第四天开始变正常，因为睡太多了。啊，毒锁链嘞？我没发动毒锁链啊，我的毒锁链嘞？你的宝可梦睡都说我不正常睡，哎，你这时候就要用个那个 Go Plus 啊，你就可以偷偷的使用手机，然后 Go Plus 再帮你睡觉。能顶钱来买，他真的是很贱啊，你就是那个按下去之后，他就在睡觉了吧？你就可以滑，你就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啊，然后你还是可以继续玩宝可梦睡哦。可能就是你早上六点到我，因为我是早上六点睡，然后下午四点半，这样刚好八个半小时嘛。然后这八个半小时内，你还是可以登录宝可梦睡里面继续喂卡比兽啊，或是领东西。他不会判定你没有睡觉。就是这么坏，就是这么贱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是那种糟糕操作啊。你看我那天不小心睡了99分啊，我回去补睡，我就回去补，再补睡一分。
我那么快，哎呀，那也安呢？还以为要抓到九点呢、欸。我这周查攻略，带小巨二小队才到高级三。小巨二吗？你御三家都御三家都是哦，你是至少到蓝二啦。小巨二还好，蓝二还比较好一点。就是御三家都是二阶开始会比较好。我现在有一只水箭龟啊，让小雪要不要加？可是要加的话，我要先把摄影机先关掉。儿子，都给伊布了。这样小雪要加吗？我前几天删了几个好友，因为真的太少上线了，我忍痛删掉了。但有一位我始终不会去删掉他的，那个人我就不说是谁了，不是说不能说那个人，那个女神我就不说是谁了。嘟嘟嘟嘟，好啊吼，好，那我开一下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可爱？你的数字多少啊？我现在是只要有看到御三家，我优先会用御三家的糖果出来，其次是伊布。就是如果今天调查是御三家跟伊布的话，我会先把御三家的糖果弄出来。除此之外就是伊布。哇，这是私讯吗？我的天，等一下哦，半花痴。OK， 加好友。输入。58。申请。OK。好了，我申请好了。然后皮睡着了，叫好，我回来接受了，好诶。哎，我之前遇到鬼师都没有去抓，然后一堆人都说鬼师是 meta， 可恶！鬼师雷丘是 meta 啊，我现在就是在找一只厉害的皮丘开始从头养。我之前很白痴，我把糖果平均分给三只胡说树，然后两只皮卡丘，然后去那个网站看嘛，那个。看说我的那三只胡说树跟皮卡丘能力值是多少？结果嘞，我胡说树的能力都是一，然后还好两只皮卡丘都是 C 啦，但是 C 刚好在中间就很尴尬，想说至少来一只 B 的吧，来一只 B 的皮卡丘开始养。好了，我们去抓鸟，去抓鸟鸟啊，不是这一只。哎、欸，是我幻觉吗？哦，不是，它应该更黄吧？好，
幻觉啊，怎么那么卡？不是幻觉啦，色为啊，难怪卡。噔噔噔噔，这个好，我想要 SS 的皮丘。哎，啊，他是 SS 是不是？所以 S 还好是不是？哦，好想要 SS 的宝宝丁。你知道我在想说，全部养，真的全部养胖丁是不是有搞头？每个都在那边发动技能，全体补血魔法啊！我的宝可梦就再也不会有一只特别累了。你胖丁抽到色尾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这边最想要色尾胖丁的肯定是我啊。哎，他的模拟你跟吸盘魔是不是就是陆续新增进来的啊？还是他是期间限定？时间过了就没了，因为我那天问好像没人理我，结果我上个礼拜睡长青沙滩睡了一个礼拜都没遇到，我是追加的，那就好。那卷卷儿还是有机会进来，太好了。如果说卷卷儿要第四张地图，哎，哭烂，我还没到。你今天遇到两个模拟泥，我梦到蛋莓饼干抓啊，好可惜耶。其实也不会可惜啊，如果真的是追加进来的话，他、啊、怎么不小心走到这边来了？太不小心了吧！我就这边吧。设定目的地：卡烂湖、卡烂池。你按完就退都没选营地，所以现在还在。你要换营地了吗？哎、欸。我还没有你，抓一下。我回味宝可梦的时候了，哈哈哈哈。啊，等一下，位置不对。儿子。您觉得图奇环境好吗？我觉得你比较适合 YT 啦，但是碍于很多互动元件，这边真的比较好玩。图奇环境哦，我觉得还也是要看运气耶。你有办法把人带来的这边的话，一定比 YT 好啦。但我觉得你好像不需要。我觉得啦，因为我觉得你有办法，哎、啊、靠腰，你有办法经营起来，就真的你到哪边都可以活、啊。你现在就是各自开各自的，我知道啊。
卡烂湖。走，我们去花鸟。波克比是技能挥子，对啊，他是随机发动一个的技能啊。可是他真的没有什么用啊。因为 YT 传了没流量的东西会被砍烂，但是我喜欢玩单机就分家了。哎，我就觉得蛮可惜的啊。哎，你是不是养错宝宝了？你们两个关系是不是不对哦？哎，不是在这吗？哎，那只鸟不还是要进去去下一间啊？还是在这里？嗯哼哼哼，真的要乖乖的走那个洞哦。对，鸟在那边，哪边啊？我怎么记得是这里啊？但是这是什么情况？走动比较快，好。哎，我前阵子感冒啊，重感冒。哎，该不会可以在这边野餐看下面的风铃铃吧？来，我们就这么干。爬山走洞口，哎呦，看来这个点不错哦，看一下，一二三，第三个平台，平台跳下来，这里好像不错哦。你要设为的小碎钻，我这边大量发生有多的，可以啊。嗨，喵哈早，快死掉了。你要现在给我吗？还是你想看我抓完这只臭鸟？怎么可能会有地安溪？想太多。哪里？哎、欸，啊，不就隔壁吗？北七哦，我是差一点点就到了。哎，低能。哎，喵啊，来，就很近啊。坚持一点，真的哎，挖矿理论哎。我能给的不多。大量的土龙结节，哈哈，啊！谁知道大量发生的土龙弟弟不会有土龙，不会有色尾姐姐啊，不会有色尾三姐，哎，好气哦！
好，小雪，拜拜。你有土龙山，我知道啊，你很早以前就拿到了啊。这是让我更气的事情。你超早以前就拿到，说啊，你有了，那我不抓了，我不抓了，都已经有人有了，那我不要了。那个谁，等一下哦。啊，喵哈，我的不多，就这一群土龙结节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哎、欸，兔兔超多，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三节很可爱啊，它长长的很好抱。期待我给教主啊？我没有哎、欸 我觉得那个太稀有了，太珍贵了，不敢拿。那个已经是用到人家的寿命了，那个拿不起，拿不起。那个比妖刀、鬼彻那些还恐怖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番茄要不要顺便啊？番茄在吗？你的猴子要不要顺便给我啊？哎 欸，谢喵哈！现在吗？现在啊。啊 我感冒了7天了，哎，真的是要死掉了。你有那只臭猴子密码多少？我生日啊！我以为我大概14、15号就会好，哎，没想到感冒这么久，哎，好夸张哦！他有什么没有的？没有，他应有尽有。我咳，哎，我小时候咳过血。我小时候因为那时候咳嗽咳太夸张了，我会直接把肺里面的氧气全部、空气全部咳出来，然后就这种，就整个把喉咙咳破。然后那时候就是吓到，带我去看医生，也没有动手术啊，就说就是吃那种类似胃乳的东西，就是让一个膜吞下去。喂，好丑哎、欸！这是公的，对不对？我看这头毛的长度，因为长尾怪兽的性别差异就是头发的长度，母的比较短，公的比较长。哎、欸，这是母的吗？怎么那么长？还是更长？哎、欸，真的母的哎、欸！天哪，打自己脸还说人家短。你看，明明
没怎么打对战，还留这些东西起来。我留这些是想说到时候打对战还什么用的，可是想想真的不太喜欢打对战，所以这一盒到时候放生光光。不进化猴子吗？看你的队耶，怎么我不进化猴子啊？不先抓吗？怎么变那么小只啊？哎，听说这只最难抓，是不是？奈奈，你该不会火系吧？他是火加毒吗？不会那么过分吧？鸡最善良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它是公哎、欸，它是公的鸡哦、喔，长得这么妖艳。哎、欸，你不要治疗好啊！你，我没有叫你治疗好啊！你有病啊！你怎么把自己治疗好了？啊，神都是公的。我有点刻板印象，这只鸡应该要是母的才对，怎么讲？还是我太常听到公鸡下的蛋？哦哦哦！谢谢谢谢，捧起来捧起来。这只是最好抓的哦，为什么？他都不怎么打人，是不是？真的这么好抓哦？哦，那我没什么好得意的，可恶。嗯、没什么嘛，我都是要么彗星，要么说很好抓，好没成就感哦。很小、哦、啊，这只好像是别人给我的吧？当时观众说不要丢给我的。啊，这只异国的六 V 异国。至少他这次有改，这个盒子跑的速度有变快，我觉得开心。好了，我们放回来。这个这里，这个放这里。超能焰陀放这里。好了，特性。膏药吃回来，
没有啦，体感其实都是0.4趴。哦，只是看到太多了嘛，看到太多太好抓的。好诶，回到技术高手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干嘛？补图鉴，看一下我图鉴现在自己靠自己弄了多少？182，差18诶，剩下靠你们了呢。还是我在附近太金逛一逛。盒子。等一下哦，二只等级提升而已吧。猴子简单，我知道等级提升啊。可是就像天蝎，然后要携带道具进化，那个我真的觉得有点烦欸。盒子，包包。只是想说，哦，没事，二连级哦，对耶。你有没有龙龙眼？有的话，帮我进化，我可以去抓。我有啊。干嘛？有欸，盒子，来吧，望月来，望月宝贝来，我觉得自从熟了之后，他就没叫我后面加这两个字了。来吧，番茄，你的鸟有几颗球抓到啊？你现在是拿你的交换，我还你哦，这个还给你哦。你不觉得这个很像那只那个圣甲虫在推的东西吗？你要进化啊！不好说，我要还你啊！我才不是一个哦，你要给我人那么好哦，谢谢望月宝贝，这样。想要那时候阿尔宙斯在连线，动画还不能跳过，痛苦。没有别的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对啦，就是这个配色啦，超好看的。那时候第一次在玩那个。麦块的那时候，我刚好一只设为的龙龙石，就进化成龙龙眼。我觉得哇，它颜色真的好好看哦、喔！你这是要给我的哦、喔？你这只巨钳螳螂是要给我的哦、喔？我多抓一只哦、喔！好啊。巨钳螳螂，嘿嘿，我的色为龙龙石给你，我不用啦，因为我阿尔宙斯一大堆啦，不用给我，不用给我，你们要看吗？我喜翠小拳石达人呢、欸，我小拳石色为有十几只哎、欸。
洗翠的小泉石跟姆克尔，我一大堆。你箱子快爆了，感受得出来啊！好了，感谢你。啊，不对啊，没事。那是不是要换米儿了？不是米儿，米米是要换你了。等一下，我先一个位置。刚刚应该换一下这个的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工人吗？不是啊，你不是要给我东西？阿胜的，我在看还缺什么啊？莫鲁贝可设为是什么啊？跟你讲，很好看。哦，要死掉了。你知道你上次讲准备一下的时候是准备六只裂空座给我看吗？气死了呢！放生。我想一下，你可以刷什么色尾哦？想不到，脑子现在一片空白。喝水，但好拖时间。为什么？哦，每次抓它，它都会变换形态，是不是？我直接个6B两个字哎，有什么用？6B 你有什么用？拜拜。他超脱，我应该会再去刷啃果虫吧，因为我还是觉得很过分哎。你们姐姐吃我的三明治，我们同样30分钟，她刷到三只绿色的苹果，我什么都没有。而且我那时候跟她讲最扯的是什么？我说你这样等于是一只一只生出来遇到的色尾，不是批量生出来的色尾。我就说你那时候的欧气真的是有点夸张哎。然后她就没有啦，她没这样啦。都说你要小心一点呢，你不要前半年的运气都用光，后半年没运气耶。嘟嘟嘟，别人饭比较香而已。哎，安妮，望月有帮你抓哎，望月已经准备好莫鲁贝壳给你了。早安啊，哎，各位，我们的姐姐出现了。没有，我那时候说哪有人吃三明治只吃料不吃面包的。他把料吃光了，他在上面舔了咸香料，他舔得很开心。哎，安妮，我抓完了，你有参与到吗？我全部都抓完了。猴子跟狗狗是彗星捕捉到的，摇了一下就捕捉了，然后那只鸟是一颗球就抓到了。我其实不知道欸，我只是看它可爱就抓了。
没事，可爱的东西带回家很正常，对不对？安妮，对不对？哦，火爆猴哎，那这里有哦。我也觉得它的配色很好看哎，白色搭黑色又搭黄色的。麻麻鳗鱼王，哎，我玩这款游戏到现在还没遇过色尾。有了，我记一下哦，安妮今天影片说的好像在这附近吧。我那时候去参加别人的泰金团体战，每个看到我的头像都说你这个去哪边拍的啊，我说这是胖丁欸，我说哎，那你这胖丁去哪拍的啊，我说啊，你就是在他准备睡觉的时候，然后准备睡觉的时候跳起来的时候拍啊，我说我这个是趁他眼睛张开准备跳起来的时候拍的。哦，在这在这有吧，今天稀有宝可梦捕获我都有看啊。我鼻子好痛，你身体舒服了一点吗？可以开台表示好很多了，不像之前还在跟个死鱼一样。啊，对耶，草系加幽灵，我是要安怎睡，安怎点到为止，要要求哦。嘟嘟嘟嘟，好了好了，准备六只，好，来了，泄愤哦，莫鲁贝克的，好吧，米米来。十六只，每个属性各一只的阿尔宙斯是不是？来，这个我最爱。到时候把他们石板东东拔掉，变回一般系。我怎么还有？怎么又多一只？该不会这个也是要给安妮的吧？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安妮可以啊，肚子饿模式跟肚子饱模式各一只。哈哈哈。
这个竟然是计时球哦，不是，对不起，看错。我 DC 有说，那、啊、你说什么？我没看 DC， 我今天还没看 DC。等一下哦。这是兽尾，你脚在哪里啊？你那只是酷酷的莫鲁贝壳，你是说你荧幕截图的那一个吗？不知道，哦，你是说冷静的这个哦？我的支持者到了没有，这就是对宝可梦有爱啊，应该说爱的方式不一样，有些人喜欢对战，有些人喜欢培育，有些人喜欢抓设尾，有些人喜欢收集，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啊。简单来讲，吃饱太闲。没有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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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要，你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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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我不能拒绝啊，我不能按 B 啊，你一定要吗？忘了带不变之词啊！你不可爱了，你不可爱了，你还有一只，那我这只可以还你吗？石头进化的也不行，什么意思？可以吧？那我先去带不变之石。好，我等一下还你。八旗。我的天哪、啊！他该不是母的吧？不变之石可以抑制进化啊！就之前有个带不变之石的鬼师通不是吗？不是有个通信交换是用不变之石鬼师通？母的，哎，不愧是我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不是在森林刷啊？这只好可爱哦、喔，它火是蓝的哎、欸，不是紫的哎、欸。只是新的这只没有针，番茄，这只好看哎、欸，番茄你该刷这只了吧？哦，明明有了，没有啦，我是说你刷给自己啦，不是我啦，
就觉得他这个蓝蓝的火很好看。噔噔噔，靠！原来我没有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好耶！哎呀，你今天影片白色衣服去哪边抓的啊？不，抓去哪边换的？还是那个就是黄金的那个黄金的衣服？还是那套就是那个要给100万的和服？对啊。他身上那一件，嗨，梦鲁贝克，你也进来这边。啊，你这次有奖章啊？怎么会没奖章？你看啊，你的杯子啊，这都你的啊。去找奶奶要，是新的那只没有。哦。哦，这是样样给的，米儿给的，米儿给的啊、哦。哪有？姐姐退去开台，那太过分了吧！我要挂台。那我们今天过分。我们今天，ちょっと待って，我的。好，留一趴的声音。哎，不能哎、欸，再小声一点点好了，因为要留声音才能挂奖励。刚刚莫鲁贝克晚点把他开台，我在开台又不能同时讲话，来自这支给他，好，好了，教主，好来了。嗯，我也没收到通知哎、欸，好扯哦！等一下。你有收到？为什么我们会没有？我从来没有收到半次兔区无期通知过，哎，其他人开台都是。他图今天就没开了，不是，望月不见了，没事啦。我都还没关台了，
懂吗？放纵以前的我就关了。那我还缺什么图鉴？我看一下。大水晶灯火铃啦。哦，这边捡得到、哦，还是我直接按知识进化算了。儿子，你要顺便补吗？你看得到我缺什么吗？可以的话，你帮我补啊。我看一下哦，菜丁丁枣14只，闪光的吗？普通就好了啦，靠腰、哦，普通就好了。我就还你啊，直接还你。啊，这是什么啊？90，没遇过。蚊香蛙黄长尾怪双尾怪手啊，卡比兽我也还没抓欸，还是我先抓卡比兽。交换时间看得到什么虫？萤火虫，哎，对耶，我怎么可能会没抓？那不是我第一天就该抓的东西吗？奇怪了。哎、欸，安、啊、妮今天，安妮、啊、今天要干嘛？姐姐今天要干嘛？设定目标。电影虫，那我去抓。喂。你是紫紫还蓝蓝的啊？是的。好像一开始标题没改，说打千面兵役，我也想说，对，我想说，啊，千面兵役是我没有更新好吗？呵呵，太久没开了，他忘记怎么开土气了。可恶，真的要他每次开台都要跟我说、欸，哎，凭什么？我说自己去看，自己去。看记录档，哎呦，这里面也是很恐怖哎、欸，动不动就被拿刀捅，怎么办？哈哈，可恶！你知道我前几天才分享了一次那个，我订阅好像十一个月了吧？看一下我几个月了，等一下哦、喔，哎、欸，九个月而已哦、喔，哎、欸，十个月，前几天才分享掉。可我不能刷板了，点到为止。对，我今天也是看安妮的影片才知道他可以绕边边走，而且你不是卡比兽小了一号吗？这只卡比兽比较小哎、欸。我没存档哎、欸，他是要死掉了。哦，不会死哦，那就好。怎么他的技能听起来像是会受伤的啊，白痴哦。然后就回血了，血量回来了。
战斗。现在订阅只要57.5，对啊。那个九月有特价、啊。北上乡外面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安妮在干嘛？有没有回答我？比如说，安妮在想你啊。我说啊，真的假的？帮我说，我也想他。没，对不起。拌花痴啊！刚说刷伞哦，他是想要哪一只？他不是丑丑鱼吧？哇！看他在那边刷，想说是丑丑鱼吗？对不起，我真的觉得喉咙快不行了。没有啊，就只是痰比较多的不行啊。哎、欸，既然是好的。电影虫，你在田边？啊，怎么会有风铃铃？那么恐怖吗？请问萤火虫在哪边啊？好。他写河边，对啊，但是，哦，真的，再不去，再不好快一点的话，这个声音就，这个难听的声音就要变更难听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优惠的地方，奇怪，我记得。看来你在这边抓过啊，啊，在这里啦，白痴哦。走那么慢，走那么卡。嘟嘟嘟嘟，
好卡、啊。过壳。嗯，登舱，哎呦，这是比较好了。红色的，红色的虫。哎、欸，你这不就来了？嘟嘟嘟嘟！哦，他要刷。是抹茶吗？太硬了吧？他的眼睛，万一以后看不到我怎么办？他有没有想过这种恐怖的事情？那个斯摩茶比那个来杯茶还痛苦，不是吗？而且那边地上那么绿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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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还是踩到了，可恶！应该是没有，没有什么。你们是说看不到我的这句话吗？还是你们怎么那么过分？小心，小心带安妮讨厌的东西给你们哦。什么东西？他是被怕的东西。蚊香蝌蚪。我要来这边赌吗？可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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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以为这次是蚊香蝌蚪。我操！请说像不像？我想说蚊香蝌蚪色为不是水蓝色吗？怎么一个金色的那边？哎、欸，这个是不是啊？盒子，包包，晚上像绿色的，哇！他怎么遇到赫拉克罗斯了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！牛啊，安妮，牛啊！不是啊，我以为我遇到色尾的蝌蚪啦。完了，他会打自己啊！安妮，睡他！安妮，睡他！快点，隔着隔壁台在欢呼，不欢呼啦！希望他加油。他叫隔壁闭嘴。赶快进来，帮你治疗，帮你补血，赶快进来。
讲到那时候遇到赫拉克罗斯，也是在阿尔宙斯，都吓死我了。我要把双手举高，帮他打气加油。蚊香蛙黄，蜻蜓色尾吗？不用。其实不可爱的色尾我真的还好啦，可爱的我才想要。对，我就是这么现实，没有错。这个更换色色八，色色八了吧？色色，不可爱的色尾还是不可爱。来，这只可爱吗？这一只可爱吧？这只章鱼哥可爱吧？这只村民可爱吧？好了，咪咪来陪我补吧。我要给你看吗？正八只，天蝎王，这是什么警报？地震？东北地区有感地震。怎么还来啦？各位，避难了，各位，快跑！躲在桌子下。水晶灯火铃，叫安妮开给我。我没有水晶灯火铃，安妮可以开给我吗？求求你。没感觉，我也没感觉。天蝎王教主不进化吗？我在等你给我啊，我还不是给我，等你帮我补啊。看，我有我的蚊香，蚊香蛙黄，然后嘞，天蝎王，水晶灯火铃，皮可西，美纳斯。鸭宝宝进化我怎么没有啊？那只天鹅我怎么还没有遇到啊？哎呦喂，玄鱼！哎，这只我就气，我真的好气哦！差点就打过的东西耶！你其实是纸板的，我不信，你肯定有。好啦，没有再说好不好？我知道你是纸板的啊，可是我以为你有嘛，借我补一下。你还没全图鉴吗？还是你也是补别人的？靠腰。啊，我只借你的摸一下而已，我没有要啦。又没打对战，天蝎王对我来说还好。哇哦！那你好了吗？我来摸摸大会。谁啊？秃鹰啊！
你好了跟我说欸。嗯，哦哦哦，这个光很耀眼，你是什么？哦，是抹茶。其实等我一下，我要其实等我一下。哎、欸，月之石。好喂、欸、好喂、欸、你的用词语法很是特别。啊，他遇到了，真假的？哦，这样，我怎么看聊天室好像是一场误会事吗？不要吓他啊，他的内心还是个小孩子。不要欺骗他，过分！你们太过分了吧？怎么欺负一个少女的心？你们太狠了哦！皮卡丘，皮卡丘！我还没买欸，鬼面具。一步，好吵哦！阿尔宙斯的比较好看哎。怕什么？其实觉得蛮可爱的啊。之前有那个嘛，就是这种悲伤蛙的眼罩，我觉得那时候那个眼罩就觉得很好笑，很可爱。好吧，最后你也得在现场吧。有这样龟说，但你很在意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打坏的又不是我。哇，我还没有换。蛙皇天蝎还要谁？幽尾玄鱼，还有谁啊？
看一下、喔。因为玄鱼啊，鸭宝宝进化，美纳斯、皮可西，然后那个水晶灯火灵。哦，没了。然后娟娟了，没错。因为咸鱼在哪域？你要用那个野蛮鲈鱼去撞啊！我那时候在太晶洞遇到的啦。然后我本来想说，我睡醒就可以打，睡醒再起来打，结果起不来。起来的时候已经12点后了。你刚刚捐款，然后我萨尔达。哦，这就是100万改成这样子哦，我是觉得没有很好看哎。万岁表情。说找奶奶拿哦，奶奶，我要换。哎呀呀呀呀！姑姑决斗吧，还不能打哎、欸，姑姑，哦，这里哦，啊，哦耶，跟姐姐同款衣服，赞呐！个吧，是，不是？个啊，好看多了嘛，好看。金色有够俗，对啊，就是大叔在穿的那一种，可以走吗？哦，哇，这细节，哇，姑姑哎、欸，
充电。走，安妮，我们走。五只。八只吧。再看一次哦，对啊，缺八只。来，再一次哦，来开始对账对账。蚊香蛙黄嘛，对，蚊香蛙黄一只，然后天蝎王，然后鸭宝宝，看一下，天蝎王第二只啊，皮可西第三只，然后水晶灯火人第四只。美纳斯第五只，鸭宝宝进化第六只，幽尾鳕鱼第七只。哎，怎么七只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。七，哎，为什么？哦，野蛮鲈鱼哦，啊，野蛮鲈鱼我有啊，哎，对，194跑哪了？白条纹的野蛮鲈鱼哦。白条纹的哦，好，谢谢米米，抱歉了。啊，搞不好前面那只就是白条纹的了。Go go！ 一定要白条纹的哦。在哪抓？森林的湖可以遇到，森林的湖。森林哦，你是说右上角吗？那幽尾咧，幽尾就是要撞啊，幽尾要靠头撞。哎、欸，怎么也有你？哎、欸，所以我那天是不是应该开个？极有圈来抓的啊，我亏哦。还是等一下谁有可以借我？我说幽尾鳕鱼限定要什么条纹的？白条纹。龙猫说是白条纹。你都有哦，好，我只知道纸板的是那个嘛，是白色，哎、欸，在这里耶，到了，纸板的不是那个吗？母的，主板的是公的。
哎、欸，有洞哎、欸！嘴炮。我以为猫头鹰趴在地上走、欸，天鹅，缺天鹅，我想当那只吃天鹅肉的蛤蟆。你差点讲说，我想当那只吃蛤蟆肉的天鹅。画面怎么那么失真？太速度感了吧！我那天看到有一只，有个就是影图照片啊，不是图片。对，照片不是影片。他说在喂蛇吃老鼠的时候。没有留意，没有在旁边盯着看，结果隔天那只老鼠竟然把那只蛇给咬死，然后就是说啊，猎人往往以猎物的方式来，就讲那种大家常听到的话，他哭死哎、欸，那天条蟒蛇好像不便宜。你说姐姐是蛤蛤什么蛤什么蛤什么？他就是欠我一个吻啊，吻了下去就变公主。什么公主？没有啊，胖丁公主。嘟噜嘟噜。嘟噜嘟噜，哎呦，哎呀，番茄你看大辣，大辣，好了哦，来来来，哎，还是我直接去吃，顺便去你的图啊，顺便吃个水遭遇力跟闪耀力好不好？想说都在这了，想说蝌蚪顺便来抓一下好了。靠腰，可以吗？然后顺便在这边来遇个青蛙，不不不，蝌蚪。在这边野餐吧。可以哦，好啊，你开我去吃。水是吃什么的啊？啊，好少吃水的哦。我看一下、啊，
戏宝可梦，不是魔力宝贝，宝可梦，珠子食谱，还不是这个，这不是我们的，游戏。本要遭遇水都是吃香草香肠加辣酱，咸加咸，咸加甜，咸加酸啊。小黄瓜吗？我们这个已经落伍了是不是？白痴哦，按错了，靠腰，参加，你咸加辣，然后一份小黄瓜，现在是小黄瓜的时代，哎、欸，完蛋了，我没有，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那个 Excel 档，你不是我开吗？对，我按错了，我们那个 Excel 档是很早之前弄的，很早。只是小黄瓜加咸，不，咸加辣 ，OK。他好不屑在看我们哦、喔。参加基友全时拍摄照片，可以分享在基友圈的成员。哦。这边还可以用密语哦、喔。这边不就该是这边直接交易的吗？啊，是这只哦。靠腰，你这是色尾哦。是欸，99等欸，还你。不是色尾，他色尾，你干嘛？你发疯哦。他的色尾不是就是看那个吗？那条线吗？我记得那时候也是说野蛮鲈鱼是色尾不显眼的一个。哎，怎么有点好看啊？
快泳蛙就是牛王军的配色。哎呀，那肯定不让他进化快泳蛙。怎么有点好看呐、啊？被抓到，其实我喜欢水蓝色，是不是？他怎么不是飞起来？你那卡在头卡、啊，因为晚上吗？嚯！等下有鼻涕。可以帮你进化丑丑鱼吗？好啊，等我，等我，蚊香蝌蚪抓完。哎、欸，感谢免费猫揪团，怎么那么好看？还是我等一下叫米米帮你传。手动打一下哦、喔。他好多色尾，那、啊、他就全图鉴色尾啊，他哄也很多夸张东西啊。哦，顺便帮我补图鉴哦。啊，你怎么不早点讲？你怎么不早点说？来帮你解决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天鹅还你呀、啊！哎、欸，还你呀、啊！你不知道吃料理吗？哦，天鹅还你呀、啊！你那只丑小鸭还我！你疯了哦！
你知道，这都是早期的润水鸭哎、欸，没有，早期润水鸭是色维可达鸭。好喂，有人入杀色文吗？有啊，我的GO也有啊。这边不能吃吧？哦，行车纠纷。哎呦，可爱呢！做料理，你看这个样子，就是我当时想用土龙姐姐的样子啊，就全部都是啊！我现在干嘛？哎，我太久没做了吗？哦，自由模式，对不起。小黄瓜片，然后辣酱，下一步没有啊？也可以，我不要丢上去就好啦，反正我给米米做就好了。三块不要丢嘛，哎，刚好十点呢，哎，尼莫十点半再帮你弄哎、欸。还是聊天室有谁愿意帮忙弄？小小子安，嘟嘟嘟嘟。阿总没遭遇力，我不用遭遇力哦。阿总没遭遇力。辣酱的关系吗？那还可以再吃吗？那我要放什么啊？我应该要放什么啊？你丢奶油，好。是鲜奶油吗？哦，奶油，对不起。虽然大大好像也不错啦，但是胖胖的大蝌蚪，今天听起来感冒好多了，有齁，干话比较多。
感谢雨夜的十个月，感谢感谢无名安安。哦，怪怪的哦。遭遇水，哎、欸，厉害哎、欸！哎、欸、，Go Go Go Go！ 哎、欸，熊猫，你可以帮我跟尼莫交易一下吗？不用了，你欠薪了、喔。你是不是受伤了？你是不是难过了？下次再用换哦、喔。你要去睡了是不是？抱歉。好啦，还是我现在跟你换。靠腰。怎么还好？来啦，跟你换，跟你换，跟你换。有一九，走。走起！我不是乌力，快啦！再跟你换919，0919，来吧，快点！没差啦，反正我是吃免费的，快点来吧！没有，因为反正我等一下。我等一下11点要去讨论东西嘛，所以这一次抓完我就去给姐姐那边。你在开机哦，没事，那你好再跟我说。靠腰。哦，还在算时间呢，好，等一下哦。我记得蚊香蝌蚪的色尾应该也是淡蓝色吧？淡蓝，我看一下，暂无图片，我可以暂无图片，靠要按错，开。哎、欸，有点明显。你可以留我名字的 Pokémon 吗？你要留什么？你要什么？我是怎么有水下的啦？只要知道该宝可梦英文雪拉比钢雪拉比网就很好用，全部设为都有。这有去看呢、欸。雪拉比钢我还光它小。是要站这边，这边比较好看。
哦呦，鸭宝宝哎，不行哎，不行哎，不行哎。我英文都是去那个啊，去维基百科看的。之前在珠子刷找色尾的时候，他怎么？这里的蝌蚪好像不是很要拼色尾吗，教主？想抓一只啊！我是不能爬。啊，可是这边这么斜，不能野餐啊！可恶！可恶啦！你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哎，请说。五月鸟算是灾之一吗？为什么会啊？你说胡吗？你说那个乐器吗？好酷哦，白痴哦，好笑吗？害我很认真在想，为什么会突然要多一个鼓？你开好机了吗？要跟我说欸。好了，好啊，你要我什么名字的啊？
哇，你那么多没有哦。那你等一下再随便扔一只给我吧。我逼不了啦，狂按逼啊，不要骗我啊。我也狂按逼了啊。我其实每次都是怕 A 键坏掉，都会狂点 B 键。我每次都是怕 A 键的寿命减少，都会狂点 B 键做，所以每次乔伊小姐讲完话都会蹲下，就因为这原因。姐姐现在也要水遭遇力，她干嘛？她要抓什么要水啊？走错遇到的，好。刚好没听到，没事，等下就可以看到，就看到了。八分钟。感谢亚特的揪团，你是有开台还是没开台啊？感谢揪团，好久不见。有色尾吗？好像没。哦。总会有拉鲁拉斯。有啊，反应该。Hello。啊！你看我们野餐的地方是不是还比较好一点？对吧？我们至少还有在草地上面。但看其实蛮可爱的耶，一群蝌蚪，哇，怎么那么可爱啊？
刚做完二鬼碰而已，其实差不多了哎、欸，就差一点点主线就结束了哎、欸。剧情快结束了，加油加油！后面还有三只机车的东西要抓。这只好大，好可爱哦、喔！给我鞭炮，什么鞭炮？哦，枪吧，鞭炮，感谢感谢尼莫的100小起点。会不会其实已经出了啊？会不会其实已经出设围了，根本看不出来啊？应该很明显啊，我记得。我那时候在真传重置的时候遇到设围的蚊香蛙的时候，我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它颜色很不一样哦。”斩到别字有可能，没事，我们要专情，我们不能看其他设围，没有只怕后面可能会有设围的蝌蚪。哎呦呦！设为小兵，那个谁，刚刚有个干爹给我在刷设为蝌蚪嘛？对啊，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有讲啊，我蛮喜欢蚊香蝌蚪的，蚊香蝌蚪跟蚊香蛙的颜色啦，好看。然后那时候真传重置的时候，就在刷那个嘛，王者之阵，刚好遇到蚊香蛙。你丢三明治王子给你，后面你想要力都可以。这里有个中文的，这边好像不能丢王子哎。我记得我的台不能丢王子，哎，你丢得出来吗？还是熊猫，你私讯给我，你私讯那个图奇私讯给我，然后我再贴在聊天室。哦，你私讯明明啊，对耶。哦，我看到你私讯我了，没事，我这个也可以留，不会那么晒吧？没有哎、欸，我其实觉得潜在水里的怪怪的、欸，可是它颜色又好不怪，我觉得色尾应该是乌波的那个那么蓝吧。没事，我晚点把时间冻结一下，冻在18号。不对，我们刚刚冻在19号的，对不对？我应该把时间去吃个水遭遇力，然后冻在这里。冻结的时间，冻结属于那一天。通常半小时保底一只。我之前猫有，哎、欸，不好说。我之前一小时还没保底一只哦，在刷土龙弟弟的时候。
而且我还不知道它的颜色，不确定的情况下会很迟，会很质疑，疑心病会很重。两小时没有半只皮皮，哎，没事。我那时候不也是两小时连一只吼叫尾都没有吗？看我铁了心的在那边刷吼叫尾，但是隔壁的先刷到了，那我觉得挫折满满。明明我也是那么的想要的，却拥有不到。哎呀！考验色号没有蚊香蝌蚪，蚊香蝌蚪的色尾还分得出来啦，不像呆呆兽的那种，真的没有遇到，有遇到可以直接撞下去啊！所以我那时候就说，你看到那只咕咕的颜色，要不是它色尾，我是知道是绿色还是什么颜色，反正就很明确，然后哎。为什么蝌蚪的颜色是黄色、金色的？色尾鬼师有啊，我那时候也是啊，我那时候就在跟很早哎、欸，那玩第几天啊？第二天的晚上，我要跟安妮聊说。聊一聊，聊一聊，就画面是卡着嘛，然后就往那个，第二草系道馆在往上走那边乱逛的时候，就直接撞到一只鬼狮通啊、鬼狮，刚把乌力的果蜜送给仙子不吸狗，真香，甜啊。海王等一下要去撞一只虫出，一只苹果出来。这没有哎、欸。会不会糖尿病？请问现在在场队伍的谁？宝可梦不是吃糖果长大的？啊，还有谁不是吃糖果长大的啊？通通都要抓去验尿了。我真的看不出来欸，完蛋了，我真的有遇到吗？这边真的有色尾吗？还有啊，改天都是吃诺子，可是那个不是都是要跑那个吗？打鬼祭，我只有玩过主线的那一次欸，之下都没有玩、欸。
啊？你的颜色很像，但又很像不一样。屁啦！很像又很像不一样。这怎么？这根本没有，没有啊！我一定有错过很多。我的天哪、啊！他直接在路上让我抓、欸。你觉得是晚上的问题？我觉得很像不，哎、欸，他真的是，真的是，我有感觉到他不一样、欸，哎。没有，我讲真的，我刚刚就是觉得他怎么好像怪怪的，去撞他，他有偏执一点点。如果真的是晚上的问题的话啦，能存档吗？我现在存，我刚刚竟然没先存档，不是，我刚刚真的不确定。来，我们放出来看哦。看不出来啦，白痴，晚上不要抓这个啦，有比较亮，操，怎么可能看得出来？我是怎么看出来的、啊？天哪、啊，真不愧是当时看出呆呆兽色尾的我。后面还有，完蛋了！真的有吗？我觉得晚上不要，晚上不要抓蝌蚪啊，要命了啊！我是觉得佩服我自己，我怎么看出来的啊？没关系，我晚点看回放好了。嗯，喜欢晚安。打倒刷色尾，我怕打一打，他就是会伸到别的地方去啊！你看这些又会伸出来。完了，现在疑心病更大了。你说你有回头，繁星有没有打倒31只？打倒31只？哎，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耶。哎、欸，对耶。啊，怎么没提醒我？咪咪，你怎么没提醒我？没事，我们现在只是试水温，好不好？我还没老，我还是可以刷色尾的。原来这是大量哦，这是啊。哦，难怪啊啊啊啊啊啊！没事啊，我明天19号开始再来刷那个大量发生。难怪我就觉得，我怎么记得大量发生还要做一件事情，想不起来。那刚刚吃遭遇率要干嘛？哇，我只想遇水的啊。
大量发生要靠时空旅人。如果你有特定想刷的话，就是要趁现在改19号刷出来。哎，可以吗？来不及，也剩2分钟哎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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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我调白天好了啦，气死人！48秒。好久没调了，怎么调这个？然后日期关闭，然后19号确定。其实引爆就是大发生啊啊！你们都没认真玩，都没认真看。我只是看你蝌蚪狂出，就想说可能是大量，因为水遭遇还有的。那我真的应该是大大力吧？可恶！那晚点咪咪帮我吃大大力，晚点呐、啊。哎、欸，可是你明天不用上课吗？哎、欸，要。乌波，解放双手，乱抽空。哎、欸，那如果真的刷到的话，我要留住这大量发生，我是不是不能动到？啊，我要怎么变？我要怎么办啊？我忘记了、欸，哎，就是我要留住的话怎么办啊？光关存档挑时间哦，关游戏吧。水遭遇是吃几号？有没有水遭遇的便宜的料理？我怎么会有接21？21是什么？看看哦。
五十六一一二，五六一一二。五六，五六不能亡，谢喽。屁啊，喝的晚上这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色尾啊。然后好，开刷。他真的跑去刷丑丑鱼耶，你呀，你疯啦！按错。我在刷蝌蚪，对啊，有心安安，嗯。我听到吼叫声欸，好像撞到皮皮的，是不是？还走这边不会生了啊？嗯，我们刷到五十分哦，我就要关台了。我们站在别的地方刷好了，卡加，爸爸爸爸爸，
真的有蝌蚪吗？我真的这个方法我从来没有成功试成功过哎、欸！我之前想刷骆驼姆啊，想刷什么的，我都是吃别的料理才出来的。然后我在想说，是不是真的只是刚好塞到别的东西去？呀呀！可是看你们都你们的那个谁施摩茶也是这样子刷出来的吧？哦，熊木妖，还是我，因为我吃了水遭遇一而已。嘿嘿，哎，他怎么消失了？好吧，你也可以先存档。啊，我还是想要蝌蚪哎、欸，算了，我要蝌蚪，蝌蚪才有价值。这位是怎样？你还要我怎样？没有，我有，不要，我就是巨匠。啊，好，随便你啊。哎。巨匠雾奇吗？倔强倔，我不是巨匠。倔强雾奇。两边主播都在刷水遭遇力，好可怜哦！好希望他赶快刷到丑丑鱼大量发生哦，不希望他这么辛苦。还是
生日愿望说，希望安妮可以刷到丑丑鱼大量发生。这么廉价的生日愿望，不怪。我倒是看到国外玩剑盾钓了四年鱼，钓到四尾。哦，我有看到那个啊，不是3000多那个小时还？不是。你在叫什么？繁星，你在鬼叫什么？我在叫。好了啦，节目效果没那么摸，该出来了吧？这边结果调一调，调到丑丑鱼大量发生，我就去刷，好不好？但也不会是今天，肚子开始有点痛了。姐姐会哭吧？他搞不好有刷到蝌蚪大量发生啊。遇到龙虾小兵设围炖了他，他不该出现在那边。这是刚刚是闪现吗？哎、欸，你看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好扯哦！还剩一分钟，待会再去安妮台哦，各位，再去看一个黑画面、一个白画面的地方。他竟然是用白色背景欸，那个伤眼睛的，天哪、啊！没啊，这个看个人习惯啊，黑画面看习惯了，突然看那种白画面会不习惯，没有不喜欢，只是不习惯。还是没有欸，有病吧？好了，50分了，感谢大家今天最后一次，感谢大家今晚收看。明天，明天不知道我会有体力开台，明天要去淡水一趟。我们的香港版手又跑来找我了，对，想说再去赴约啊，还多一个马来西亚的，然后去赴约，番茄明天来找我。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收看呐，存个档。不用。好啦，大家晚安啦，姐姐台见，大家拜拜。我以为回去了，我也以为回去了。他说没有，就是为了你留到21号的。哇，这份爱太沉重了，这份爱太沉重了。好啦，我们过去啦，大家拜拜。我要大便了，不早痛。明天见，明天见。打开他的声音。古月鸟的大量很多吗？还是也很稀有？好啦。